叶先生今天还好吗？今天还好，不过因为我想要洗澡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子。对啊，我想要帮他洗澡，可是不晓得要怎么弄比较好。好，那没关系，叶先生跟叶才好，今天就教你们如何使用洗澡椅沐浴这样。好，麻烦您了。谢谢。准备的物品包含大毛巾一条，小毛巾两条，沐浴乳、手套、防水围裙、乳液、耳塞、干净衣物、洗澡椅、协助病人脱除衣物、搀扶病人至洗澡椅上。将病人推入浴室，并固定洗澡椅轮子上的刹车，避免滑动跌落。戴上手套及穿上防水围裙。帮病人戴耳塞。将水温调成适合温度，并用手测试。移除大腿上的毛巾，开始用莲蓬头将病人身体冲湿。询问病人水温是否要再调整。将两条小毛巾沾湿后，沾取沐浴乳，搓揉小毛巾至产生泡泡。使用一条小毛巾从颈部至腹部，由上往下涂抹于病人身体。使用另一条小毛巾涂抹，由上往下涂抹病人大腿、小腿与脚趾。再次将水温调整适合温度，并用手测试。冲洗病人身体，使用大毛巾擦干病人身体。协助病人穿上干净的衣服，再将大腿用大毛巾盖住。将病人推回床边后，固定洗澡椅轮子刹车。叶太太，那刚刚的示范你都了解了吗？了解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